手得稳，你要多少？完了，我们不从最底儿吗？那这个，应该这个应该。来，成品给我们展示一下。这是吗？展示，那不方便。可以了吧？成品给我们看一下，东哥。等一会儿。
老师傅把成品看一下。其实成品是不用看成品，这本身原来都切粉，这也快切粉了，但是我现在我身上固定的放在这儿。